你的 VIP 包厢哦，奶油跟着椰浆，好吃，咸甜咸甜的。真的是假日的关系，人超爆多的。它其实是一个印度教的一个寺庙，这个洞穴超大的。哇，真的很美。从印度教，然后这样子像打开任意门一样。什么意思？睡过头，睡过头了啦！你快要我们对不对？我看到大家好像都先点这样。这个吗？这个蛋，不好意思，在泰国买的，拿来穿。有在发现。哇！感谢 Bruce 提早半个小时来帮我拍。因为今天真的是太累，我一直以为我今天早上密你的那时候，我以为才刚八点哎，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上，怎么已经九点半了？速速赶快处理，然后 Bruce 就说他先来帮我排队，感谢，然后就迅速赶快化完妆，把它冲出来。还行，收钱。哇，你的 VIP 包厢哦？没有。因为你们两位，所以可能分量不能点的太多，那么我就集中，介绍你一些，就是来到回酒海南茶店必点的，然后钢椒也是，就是我们大马的这个传统的一个美食早餐。各位乡亲，时大大家好，赶紧帮阿元按一个订阅，谢谢大家。这边人真的超多的，我昨天说我很想吃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朋友就说你这个一定是要七点半八点来才有办法，就是第一批位置，不然的话你可能是一定要等一个小时以上。果不其然，刚刚 Bruce 他就等了45分钟，而且呢现在外面还是很多人在排队，然后我们刚刚呢就是终于点完了，很期待。我们觉得我们点超多东西的，来了。哦，这个是什么？这个你也是可以翻开的。哇，里面是花生吗？哦，两个都打在同一个，对不对？对，两个都打在同一个。我们一直以为那个是水煮鸡蛋。这样。可以再多一些些。OK， 可以了。Okay, 然后还有这个，这是胡椒粉。哦，胡椒粉。然后你可以撒。这样。可以再多一些，可以。OK， 好，没问题。好。然后一定要做的就是你要把它搅拌。就算对了。哦，来吃喽！他说可以沾，可以沾蛋，沾一下好了。嗯，面包超酥脆，然后这个奶油跟这个椰浆，好吃，咸甜咸甜的。哇，很好吃哎！它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干干的，然后它外皮烤的超级酥。台湾如果有这个，我可以吃这个的早餐哎，超好吃！听说这个呢是所有会来喝酒的客人每次来一定要点的一道料理。我刚以为这是汉堡，看起来像汉堡。对，它是甜的，很好吃，有点像花生汉堡的感觉，只是它里面没有肉，但也很好吃哎。和酒海南茶。他说里面是有加一点咖啡的，它的那个咖啡浓度比较高一点点，那喝起来有点像是鸳鸯加咖啡的感觉，那我觉得很好喝。听说来喝酒一定要点这个。看看好像是说什么小米做的，对，他说它里面也有一点那个虾，小虾仁什么的，试试看哦。辣盐认证，辣度多好。我觉得还好，不到太辣。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开胃。这是他们的粉条，小小的碎肉跟虾仁，这好好吃哦。是像龟啊？有点像虾龟啊的感觉。虾龟啊，国民早餐。我刚听到这是他们的早餐的时候，我吓到，我想说早餐吃这么丰盛。对啊。这是我台南人才会这样。这跟我们就是一个便当。真的哎，姜饭。跟昨天也不太一样，今天这感觉又更精致了，没那么街头。对对对，它比较不街头，但是也是很好吃。这个就是每个食材都是用那种很好的，而且它鸡腿是一整只种大鸡腿。我们昨天吃的那种街头的，它是就是给我们大鸡块，对，或者是这样鸡翅，
那就直接给你鸡腿。我觉得昨天的比较辣，今天的比较不辣。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为了要符合大家早餐不能吃太辣吧，那到时候老塞。对。他以前只是一个那种小摊贩，很像那个路边的小吃店而已。对，超酷的。我刚刚吃的呢是对面的和酒海南茶店，真的非常的好吃。不如实际说，你觉得最好吃的是哪一道？前面两个那个面包的都，那个真的很神欸，因为那是在台湾比较吃不到的口味。然后后面的那个椰浆饭也很赞，然后粉条也很好吃，饮料我觉得也很特别。我觉得我的那一杯饮料就是海南茶的话，我觉得个人可以斟酌一下，因为它里面咖啡因比较重，所以如果你是不太喝咖啡的人，我就建议你可能就点美露。那如果你爱喝咖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不过它是甜的哦，所以就是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我们刚刚这样点完是一共是46块多，46×77就是12×7=24，72×4=48，320几块而已。老板这里没有打折吗？没有，就是完全是正常价格，很便宜耶。我觉得，因为我们吃超多，我们还有正餐，四五样，而且我们还有蛋。对，我们一共吃五样，然后还有两杯饮料，300多。我觉得很值得。然后呢，待会我们要进去鬼仔巷里面，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周末的关系，人可能会比较多，但是我们可以进去里面稍微走一下。如果待会有去什么厉害的咖啡厅，再跟大家介绍。那我们就走吧。他们的那个，我们先进去看一下。拍照的地方，可以。一个空间。我们现在往前走，这边很多人，而且这边比较多，感觉是马来西亚当地。要不你买个衣服啊？跟华人。对，我们前两天都是比较多外国人。外国人。今天天气超好，超热哎。大家，我们刚刚呢绕了一圈鬼仔巷，然后想说呢，因为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过和酒了，虽然它周围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一些冰室茶室，不过大家就是如果有空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自己来这边，就是找找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前面那边有一间很厉害的双麒麟店，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吃很饱，所以就没有过去吃，不过前面那边就很多人在排队。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去的呢就是黑风洞，但是因为我现在身上这样子穿呢基本上是不破关的，所以我们先回去饭店，然后换上长裤跟布鞋之后呢，然后我们之后呢再直接出发过去。但是现在有点小担心，因为很热。现在正中午。现在正中午，所以我等一下可能还是要把我的 Blackpink 披起来，不然的话可能会晒伤。真的。然后我现在想要去买个水，真的太热。好热。好险，我们那个住的地方。离这边很近，所以如果想要来这边，哎，对啊，如果大家是来马来西亚玩的话，就是可以参考我们住的地方，因为我们觉得住在蛮市中心的。然后如果要去咖啡厅、去茶室啊，然后想要去市场街，都很近，都可以用走路就到。走路大概5到7分钟吧。其实市场街就是走到对面就是了，毫无任何业配，就是单纯觉得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可以来。然后你要哪一个？我要甜的。你说哪一个是苦的？这个是苦的 ，OK。因为这间店每次经过，然后我都很好奇，因为我就是对于这种就是比较偏那种中医茶类很有兴趣。喝喝看。哦，它是苦茶哎、欸，很苦，真的苦。听说只要你喝起来觉得越苦，表示你身体越不好。但是我好像还好，我觉得是很顺的苦茶。欸，其实蛮好喝的，你要不要喝喝看？搞不好你会觉得很苦。对啊，你这样喝的喝，你喝喝看，如何？苦吗？可能我身体比较不好。蛮苦的。真的吗？他写还蛮好喝的、啊。对啊，他写清热解毒，我是觉得天气超热的，就喝一下还不错。你的方向感很好，我走进来我还要想一下要往哪里转，你就直接左转。是不是？我这种人就很适合打游戏。哎呦，你说打游戏的话，方向感要很好。到底要不要买？你要买就买啊。我买一下。很多人嘞、欸。我们这前两天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人，今天真的是假日的关系，人超爆多的。
且还不让吃饭。豆花过来别吃。这边的。它豆腐花就是豆花。不是豆花。它豆腐花是豆，但是我想要喝豆浆水一杯。还要什么？豆浆水一杯。豆浆水一杯。开车玩呀！哦，来了，阁楼。台湾台湾。啊，老板啊，收啦。如何？好爽哦！这么好喝的。什么意思？它是豆浆，但它是有糖的甜豆浆，超消暑。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来市场街一定要喝的豆浆，哎，超好喝，哎，你喝跟台湾比起来，但我觉得豆浆就差不多是那个味道啊，只是它很浓，所以我就觉得好好喝。去那个地方是那个黑风洞，黑风洞，对对对 对, 对，谢谢。哎，旁边很多爱卖花的啊，是因为楼那个上面是一个寺庙的关系。OK。大家，我们到黑风洞了。放眼望去，旁边就这个乌云不要飘过来，我不想要下雨的感觉。我们待会呢要去的这个黑风洞呢，它其实是一个印度教的一个寺庙，然后在它那个洞穴里面。所以呢，你今天如果来这边观光的话呢，记得一定要穿上长裤。没穿的话呢，就跟泰国一样，就是它外面其实会有卖一些布啊，你就是可以它会卖给你，然后就把它这样子包着，你就可以上去了。只是说，因为它阶梯的关系，你穿裙子或穿短裤可能会稍微不方便一点。而且呢，它这个阶梯呢是一共有272阶，非常的高。然后它是彩色的，我觉得现在有点阴阴的，反而就是不会那么的热。不过因为他们这边的天气其实是比较，我觉得跟台湾有点像，比较闷。我觉得就是在穿着上面，大家就是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看你要怎么穿会比较散热一点。越来越靠近了，哎、欸，很壮观、欸，很壮观。而且它其实，它虽然前面这边正中间是个阶梯，可是它其实旁边就是都有这种寺庙的建筑，超多人的。好，上了哦，272阶 ，OK 啊。快点！看不太多只了。哇，他们直接把游客的那个东西抢走。跟那个柴山的猴子一样。哦，干嘛？还行吗？我们剩三大街就没了，这其他都不累，怎么可能？很喘哎。有啊，刚刚吃饱，这个行程很好，吃饱来这边消耗热量。还行吗？啊 ，Finally， 这个洞穴超大的哎。哇，真的很美。欸，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进来就不会知道里面的样子是怎样，真的就是只能够单纯看图片，可是那个里面真的是太壮观了，这是天然的这种，真的好像是石灰洞吗？类似像什么石灰洞的？哦，是吗？对对对，超级壮观，你们看那个它的这个洞穴超高的欸，这都是天然的，这个世界奇观之一，真的好屌哦。但它其实里面算是蛮潮湿的，因为它是洞穴的关系，所以都会有一些雨滴滴下来。右边你看那边都有一些庙，很像那个印度的神像的样子。对对对。欸，印度神像不知道为什么都很青色的，你有看到吗？有欸，第一是你在台湾就不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场景，然后再来是说如果你要去日本或韩国的话，比较北边的也比较不会有像这样的场景。然后你难得如果是来马来西亚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值得就是来走走，因为毕竟你平常就是可能在什么鬼仔巷啊、市场街就喝咖啡啊，然后在购物中心逛一逛，我觉得这些都是必要行程。可是一定要有一天的行程呢，是可以来这种就是比较他们比较风俗民情、比较当地著名的一些文化景点，我觉得是非常的值得来的。这边就可以看到天空了，刚刚那边就是可以看到天空的那个面积比较小，这边比较大。
而且刚刚那边都是没有植物的，这边起码就是月上面是有植物，因为它有太阳的关系。刚才呢，我稍微在旁边科普了一下，然后呢，有网友立刻密我说，就是其实黑风洞它不是在市中心的吉隆坡，它是在比较边边一点的。然后呢，再来是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外面不是有看到一尊很大尊的那个印度神像吗？听说呢，它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印度教神像。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是想要看那种超级大尊的，就非常的适合来这边看。大家刚刚有看到很多的那个小猴子嘛，这边就是遍布了非常多的猴子。所以呢，旁边不是有一些是在卖纪念品的，那一些老板他们就会故意放一些老虎的一些纪念品在外面，主要是因为呢，听说猴子非常的怕老虎的关系，只要把老虎拿出来就可以把他们给吓跑。而且呢，这个黑风洞它其实呢是4亿年前就开始慢慢这样子形成到现在耶，4亿年超久，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宗教跟大自然融入在一起，就是形成一体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壮观景点，所以呢推荐给大家，有空一定要来哦。那我们就往下走吧，因为它其实这边听说有非常多的洞穴，只是说能够让观光客参观的地方呢就是一部分这样子而已，所以大概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往回走喽，走吧。哇，这个超美的。红鸡。哎。其实蛮棒的。对啊，我们这样越拍会越想要去那更。听说孔雀是他们的吉祥物，所以呢，就是只要看到孔雀啊，或者是你可能是买一些那种孔雀的那种吉祥小物的东西的话呢，就可以帮你带来幸运，这是印度教他们的一个说法。当然，如果有什么更新的说法，可以在底下补充让我知道哦。听说孔雀在印度教来说，他们算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圣物，然后因为它又算是百鸟之王，简称凤凰的意思，所以对印度教的教徒们来说呢，孔雀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个圣兽的意思。你看，我如果买一个这个回去贴在我的冰箱，这就很有 feel。虽然这种是卖观光客的，我也知道。莎莎加一到哪里都要买一个。比萨斜塔，然后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然后那个什么伦敦眼这种的，对，都要拿去冰箱贴。没错，买三个。多少钱？25啊。我们现在到的地方呢，就是清真寺，而且这边是粉红清真寺，就是非常的漂亮，所以很多人都会来这边打卡。然后呢，进去好像他有说，你可以去租他那个男生，如果你要穿你现在这样就可以，你这一定要包头。难得就是来清真寺这里才可以体验到的，这是免费的。他在前面那边有QR code扫完之后呢，女生要记得去旁边就是租借他们这个服装，然后呢，他其实最主要是要把你的头发就是给罩住。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很多人会在这边打卡拍照，但是呢，他其实跟我在小红书啊，然后还有其他地方上面搜寻的颜色就不太一样，发现其实大家都是有套滤镜，因为他其实粉没有到那么粉。但是套滤镜之后就会变得超级粉嫩。听说他们这边的工作人员都会很亲切的帮你拍照，而且都可以帮你拍到很漂亮的照片。所以大家如果来旅游的话呢，想要大家团体合照，就可以请那个他们工作人员帮你拍。对。哇，超美的。太值得来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冲击，因为
是自我平常的生活不会遇到的。上面的那一些建筑都是花岗石跟大理石。Okay. 我们是没办法定格的，是。OK， thank you so much。地板超干净。哇。我就问他们，他们讲都不烫。很烫哎！我在烤 barbecue 哎。我们现在呢，在外面这样子环绕一圈，然后因为这边呢，其实大家几乎都是轻声细，所以我们讲话不能太大声。跟大家科普一下。清真寺，它其实就是伊斯兰教回教徒他们就是来做礼拜的地方。然后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司机大哥跟我们说，他们马来西亚每个礼拜五的下午会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是让他们的回教徒的一些上班族可以来这边就是做礼拜。然后他们就是都会固定就是集中在这里啊。然后马来西亚其实有蛮多清真寺，这边只是其中一个。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今天真的是从印度教，然后这样子像打开任意门一样，现在也是在伊斯兰教。就是在马来西亚这边，我觉得最有趣的其实就是你好像是到了不同的区域，你就很像是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一个不同的文化风俗民情的感觉，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说马来西亚这边的风俗民情色彩是非常丰富多元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这里的原因，因为我会觉得我随时随地好像跨过一个区域，我就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的感觉。非常的推荐大家真的可以来玩，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欢。那差不多啦，我们接下来呢去下一个地方，因为这附近其实离市中心有一大段的距离，所以我们决定在这附近的一个 101 City Mall 去吃点东西，因为那边其实也是一个 Shopping Mall， 刚好在这附近大概我觉得大概就10到15分钟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先去归还我们的这个衣服，然后呢就叫车直接过去。到了，在附近，其实也没有到很附近啊，就大概十几分钟的距离。这边是 IOI 的 Shopping Mall， 然后里面是有蛮多吃的，它有可以逛的。然后我想说我们先吃一点东西，不然你先吃冰啊。好，吃冰啊，我们等这个，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终于等到了，因为它中间有休息一个小时，所以我们想说不要等，等到一定要吃。它这个呢，其实是比较偏向娘惹菜。我刚刚我查了一下，娘惹菜其实它是在马来西亚的料理当中比较有一些南洋风味的一些调味啊，跟一些食物，所以你要叫娘惹菜。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必吃的，这感觉就很赞啊！招牌干螃蟹花饭，还有这个蝶豆花的 lemon tea。我真的对蝶豆花就是太好奇，刚刚上网查了一下，他说蝶豆花对身体有不少好处，但是尽量避免使用蝶豆花的人，包含像是孕妇，因为它会有一些子宫收缩的效果，所以孕妇是不可以使用蝶豆花的。但是蝶豆花它有抗凝血的功效，所以准备要动手术的人会比较不太适合喝蝶豆花。来吃我们的第一个面食。它是米线跟面混合吧，浓浓的印度味有吗？你要在吃他们的那个印度咖喱的感觉，就是南洋风味非常的浓郁。哎呦，这个卡斯森，有听到吗？有，这应该是他们的咖喱米线。哦，是那种台湾的细的。嗯。里面也有肉，有海鲜的，好好吃哦！因为我们昨天不是有遇到那个一对家长，然后他们就说什么他们的米线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蝶豆花的饭，好屌哦！对啊，嗯。沙爹。也蛮好吃的，但是跟我们早上吃的椰浆饭不太一样。咸蛋，好咸蛋，跟台湾一样吗？很特别的料理，也很好吃。他们的鸡肉真的都超嫩、超好吃的。然后我觉得它跟我们这两天吃的椰浆饭最大的不同是，它比较辣，然后它比较有那种就是。印度南洋的那种调味的味道，它不是我们就是理解那种咖喱的味道，比较辛辣一点。九七七七五六三六百三，还可以再吃两个。
Victoria Secret， 这很久很久以前超红的，女生只要必擦，男生就会卷就到香到一个不行，然后就会觉得哇，很性感的味道，对，很正。你要逛吗？是可以逛一下，然后也逛一下。有啊，以前不是在欧洲或免税店一定要买，就是这种甜味。有爱就爱，是不是？我觉得可以买，因为这台湾真的没有。他买四个159，买完了。我刚刚买了乳液，然后还有 perfume， 然后还有买内裤。对，因为我就是以前呢，就是也是超想要买 Victoria Secret 的内裤，但是一直都没有买过。刚好他那边就是买四件，就是有打折，所以好像一次把它给买完了。那我们就继续往下逛喽。所以 Adidas 也有出这种伊斯兰教徒可以带运动用，很酷哎。应该 Nike 也有啊，我觉得应该都有。只是第一次看到，觉得很惊喜。在台湾好像就不太可能会看到这种东西，因为在台湾需求不大。哎，很可爱耶！哎 ，Blackpink， 这样也可以。到了，动了大概40分钟吧。你现在去哪？哦，对，我现在要去吉隆坡塔，因为想说今天是最后一天，然后我们可以去吉隆坡塔上面看看，然后。他们说，如果你在 KKday 或 Klook 买的话，会比较便宜。现场买好像比较贵。好屌哦！而且它好像到10点，但我不太确定。就是我们看一下。哦，好，这可以。I don't understand. OK。这个不对。我们买了两张可以就是到外面走的票，然后它是10点关，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上去。然后呢，他一个人是770台币左右，但是如果大家是在 KKday 或 Klook 上面买的话，听说会比较便宜，现场买是最贵的。他有分 inside 跟 outside， 但我们买的是 outside， 所以是可以在外面这样子环绕这样走的。但如果是买 inside 的话，会比较便宜。上来了，这是我们逛的那个百货公司，哎，超赞的，双塔在前面，真的很值得上来。我刚刚有上网查了一下，如果你在网络上先订票的话，大概最贵最贵就是566块，但是你在这边的话就是770，整整就是差了200多块。如果你们是确定会来的话，我建议是在网络上订就好了，人还蛮多的。在那边的话，其实蛮恐怖的啊！你是透明的，你应该在那边自拍一张的。我们现在呢上来吉隆坡塔了，然后大家现在都在排队，因为前面那边的其实是一个玻璃的一个橱窗的感觉，所以它地上其实完全是玻璃状的，然后它高421米，所以站在那边或坐在那边，应该压力都会超大。我看大家都把鞋子给脱掉，就是怕不小心把它震破，然后震破这就完了。真的就完蛋了，真的。其实它另外一边也有透明橱窗，就是可以拍，只是说这边的透明玻璃是比较多人的，因为它面对的是双塔，所以在这边拍会比较好看。而且它前面有一个 Sky Cafe， 是可以坐在那边喝咖啡的吗？今天的 final 最后的行程了，这个行程很有诚意吧？超有诚意的，我们这4天3夜的行程真的是超级丰富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就是看完我们马来西亚影片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把马来西亚列入大家接下来不管是毕业旅行或者是要出去玩的一个行程之一选项之一，希望你会喜欢哦。哇，有点可怕，有点可怕哦，超可怕，好，你就在这边结尾了啦，你就影片在这边结尾了啦，很可怕。嗯，没有 ，Thank you。Only me。你就在这边结尾吧。OK。别上。What？OK。Thank you。真的，你要在中间哦，你要在正中间哦。好啦，以上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支影片，喜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拜拜拜拜。你要再讲多一点吗？没办法啦，很恐怖啦，这我真的会怕。
怕不行。很高啦，快点啦，不要生气咯。好，快点。好了，可以了。很紧张。太可怕，很可怕，我也觉得很可怕。很可怕。太可怕，太可怕。我要 finish 你落荒而逃是？你是落荒而逃是？我真的不是在那边装，那真的很高，而且没有绑任何绳索。哎，我刚在那里超可怕的，虽然我知道很安全，但我还是超害怕。要拍一下。